七倍咁有信心。雀家有一隻落翻多少少飛，保羅成全21倍嘅同馬房嘅馬。咁啊，2.8倍嘅型男都落啲飛嘅。啊，唔使話支持只連士會有威喎，因為買咗蔡明兆嘅騎師王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咁潛勝寶區可唔可以遊得好呢？唔知佢點遊法啦。呢只潛勝寶區啊，咁啊馬房就好靜嘅今日啦，馬房。阿威哥到而家屁都冇嘅。入翻集噶啦已經，我見到保羅成全啊，落到21倍。好啦，好好心得入咗26倍喎，而家灰馬鞋住外檔嘅保然得得23倍順利。中間檔位有啲裂風啦，入咗噶啦已經。咁集後邊啊，見到啱啱咧行過有隻型男啦，行緊埋去係潛勝寶區嚟嘅。跟住電信巴打搞掂，剩翻大概5隻未入啊。19倍嘅獨贏保羅成全，再攞一陣。會唔會呢場又反翻轉頭全部冚呢？呢場我諗多快馬唔出奇噶，咁啊睇下佢點發展啦。好啦，交俾馬會啦。保羅成全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7場賽事，2班1650泥地大熱係9，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，保羅成全應聲彈出啊！電信巴打咧都向呢個第二位大家拍住啦，外邊咧向運轉，其實想走上去噶啦，中間位置咧仲有烈風啊！向內欄年少有威，外邊啊大眾開心啊！最出灰馬係潛勝寶區啊！馬林中間藍衫粉紅帽就好好心得啦，咁啊攝咗入去內欄咯，咁啊尾5位置咧就同舟共濟啊！後邊4匹馬駿馬快車、柏林探戈、型男啊，暫時電流係嗰只保然得得嚟嘅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啦，放頭嘅馬係嗰只保羅成全啊！跟住喺第二位系电信巴打啦，外边幸运传骑走咗上去第3啊，第4位埋边系烈风啦，外边灰马禅圣宝区中间第6大众开心啊，白臂高第7位就年少有威啊，再喺外边位置好好心得啦，后边只啦同舟共济尾5、尾4啊，即系尾3系型男，尾2内栏有呢只咧就柏林探戈啊，暂时电流仍然系保然得得。好啦，呢个800米段处啦，放头噶嘛，仲系嗰对啊，埋边就保罗禅啦，中近运传骑啦，禅圣宝区面第3，中间只电信巴打埋边第5仲系烈风啊！再后边嘅第一仲开心啦，内栏位置系年少有威啊，攞出去外边咧有好好心得啊！再后多层嘅骏马快车等入边同舟共济、柏林探戈掟大外档系型男同埋保然得得啊！最后300多米啦，保罗成全仲有半个马威优势啊！咁啊见到埋边烈风啊追紧啦，咁啊再喺入边幸运传奇啦，后多层嘅话仲有电信巴打、马林中间追上嚟就同舟共济啊！最后100多米，保罗成全抛离咗1个身位，睇嚟呢场赛事都已经系赢紧噶啦，跑第二名。禅圣宝区嘅中间，埋边追上嚟有烈风，出边同舟共济，保罗成全，放到啦，保罗成全，话俾你听啊，飞隔13倍赢马，保罗成全啊，佢啊搭埋嗰个禅圣宝区咧，都系飞隔连赢位75倍，第3名啊后上同舟共济，第4名咧入边嘅烈风，林翔有冇拣嘅？林翔冇啦，啊12有啊有啊有12喎，有喎有喎有喎，睇下先。是冇隻二啫，方 Sir 你拣噶？好啦，十二号赢咗，跑第2名2号，禅圣宝区第3名，11号马同舟共济第4名咧，入边啊，8号马烈风。好，翻嚟好似啲马都冇得追咁，佢又执咗喺前边走，啲飞到就马到咯，飞一格13倍赢马，哇！呢只马真系啊，赢到第8场嘅赛事啦，已经啊，你两个之后用晒马跑法啦。12号、2号、11号、8号嘅，睇重播啊！准备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，保罗成全应声弹出啊！电信巴打咧都向呢个第二位大家拍住啦，外边咧向运转，其实想走上去噶啦，中间位置咧仲有烈风啊！向内栏年少有威，外边啊大众开心啊！最出灰马系禅圣宝区啊！